我上就是笑柄。晨晨，你不脱鞋子啊？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。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。我四四的脚，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。等一下，四四的脚，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？不是，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，我一进去是俩，我插不开那么。那你就更应该用了，你的力道比别人强，两个钩子。哎，来吗？他身长八尺，万里挑一。哦，来吧，我的好兄弟，张将军的好兄弟。跑起来啊！这个是有点这个斗志昂扬的感觉。哎，真的有点像。拍马不是烟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没硬头了，没这烟。哎，我今天化身你的汗血宝驴。宝马。宝马啊、哦，宝马！我从我的外形上真没看出来我是一只宝马呀。但是今天我有你在，我们双剑合一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好吧？好，咱们今天就把这些，你们是什么妖魔鬼怪？你好，巴西龟。巴西龟，你是什么妖怪？怎么对神仙说话呢？啊，神仙！你这头驴怎么多两个爪子？我说实话，这头驴为什么有六只脚？我不理解，刚才说让他注意脚下，程程告诉我注意哪个脚下？对，他们刚才让我注意脚下，我说哪只脚？你干啥？别瞎握手！干什么？不跟你的 CP 握手？敢握我 CP 的手，脚伸一下给你握断了。你是你的战马？对，这是我的战马。骑过吗？没骑过。来来来，上马上马！不要上马，憋气儿了一会儿。我想让你变成吊灯。让你变成吊灯。美丽姐的怒火已经攻心了。把你变成吊灯。大点那一个鞭子就上脸了。我觉得这样吧，因为我看过美丽姐非常多的那种花式的那种大招，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真正的冠军的一脚。一脚或者裸脚都可以。哎，裸脚就算了，姐，裸脚就录不下去了。让你有婴儿般的睡眠。美丽，你注意点，这人有碰瓷的前科。一成功力啊，一成功力。OK， 多了不能再有了啊。好的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我说了吧，有碰瓷前科，这就是马失前蹄。杨一天。东山，马都给我气漏气儿了。我们这个服装要一直穿着吗？这有点影响行动。我们这个鱼，哎，你说这个有考虑过我们下落吗？程程都没说话。有人作弊，他揪我马。你押韵哎。周深要动了啊！周深，哎，周深动了，周深动了，周深动了，回来吧，正好跟白鹿一块儿。那也是程程的马腿先动动才掉下来的。我没有啊，那你俩一块儿回去。你俩一起吧。那你们俩一起吧。嗯 ，OK。你何必害人害己呢？这不是游泳吗？这后边是啊，蛙泳吗？蛙泳的起步动作。但程程，你这是马步。这回去吧，得。看程程回去。OK， 今天鱼马大战，我跟你讲。停，摆出，背对背，拥抱。王毅，我劝你选范丞丞。开始。三哥，三哥，不等人。请做一个平板支撑的动作。开始。快跑！快跑！三、二、一，不等人。还有两只脚没着地。摆出自拍的动作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，请进行伸展运动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
请做出一个非常妩媚的动作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，请模仿接下来沙哥会做的动作。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你这是什么动作？哎，他俩一起拿出来俩，都要到三。他们俩是一样的口，一样的。如果场上有两位及以上的普通人同时出来，那大家就互相打照面，没有查验机会。当有缘人出来检查字画时，无论场上是否有普通人在场，他也需要当着普通人的面拿走字画。哎。你看，范丞丞吗？那你们呢？来，偷偷的展示一下。鬼鬼祟祟。请摇到四号的成员走出山洞。既然是范丞丞，我一直以为是沙溢哥。我逻辑性不强，他应该不会选。接下来，请有缘人再次走出山洞，前往任意一位成员的山洞，让他成为自己的伙伴。鬼鬼祟祟，还拖了个尾巴，那真的很像大灰狼啊！现在。咱们就这样，咱们上来先报咱们的好，咱们就直接说自己是三号，就不三号。但是你们看到三号出来的事已经没有了。就这个策略，然后我们就脏别人。OK。我跟天宇是三号。哦。你们俩三号，我们俩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你们俩出来的时候就没了？没有了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哦。那你俩是谁发展的谁呀？不是，我们俩出来的已经说没有了。不就说真话呗？是谁发展的谁？谁发展的？谁发展的？你不能因为两个人出来你就开始脏两个人。因为我是二号，我出来的时候东西在。如果三号说东西不在了，那他俩就是纯撒谎呀。反正我有两票，我投你俩。纯聪明人啊！我俩出来的时候没了，投马天宇，发展的范丞丞。我也觉得投，投都投，投马天宇。明智一点啊！我投范丞丞，马天宇。就这么草率。哥，你要慎重。不慎重。哥，你砸我脑袋。就这么草率，投马天宇。行了，指认吧，指认吧。不是，为什么听他这一句发言就定了呢？因为我们本来最怀疑的就是马老师。为什么呀？是当我这边是瞎的是吗？我跟天宇哥有点面有点大。对呀、啊，都挂相了。好，下一位。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都有缘人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有缘人。你这该死的有缘人，让我心在痛，泪在流。为什么呀？就他们俩了，全投。不不不，我投晨哥，我投晨哥。你们看了节目一定会后悔的，相信我。你们看节目，这期观众不骂你们，我都为你们。韩宇，为有啥为啥你都拿走了？你是几号啊？你是他发展你的。你是几号吧？我五号，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然后我验的周深是六号，我六号我出来是肯定是没有的。那这样，周深是金水，那为什么一二号不排呢？我们相信一号的人品。
荒诞，荒诞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大家都听了一个这个二就决定了呢？嗯，但我们就这么决定了。观众们，观众们，跑男的，全国的观众们，又是推理，又要挨骂了。哎呦，那我还是选范丞丞吧。我投晨哥，我两票投范丞丞吧。我投晨哥，我也投晨哥。你是最有那个嫌疑的。我都已经证明我是好人了，他们俩还投我，肯定不是。你证明不了，你只有你在你这儿自己证明自己是好人。你们呀，又被骗了。你们呀，又被骗了。接下来，请有缘人把你拿走的字块端出来吧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好嘞。哎，好嘞！你不开票，萝卜白萝卜，就是这么没有内涵的题你也能出？那你倒是猜出来呀！我都没想到，从你的题里有白萝卜这个题。这个白萝卜不同于以往的白萝卜。哦，比萨斜塔在哪个国家？意大利。意大利的首都是罗马。罗马在哪儿？啊，意大利。你把自己考的。啊，猫猫啊，无毛猫。Baby， 正确。咱们是惹不起那个娱乐圈的人了，是吧？只出动物，玩无毛猫这块了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自行车，大夫车，摩托车，植入，植入，什么？植入，台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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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说了，骑那个，我先说台铃，我爱骑的，我先说了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每天骑，不骑难受。我们喝完 MC 就骑台铃。掌声，正确。打铃不入了。哎呀，哦。筷子，长安街，火车轨道，盐，糖，雪下雪，味精，鸡精 ，iPad， 手机，跑男，阿姆西，冷静一点。哦。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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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。结盟了不会吧？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？不是黑牛。
他们在哪儿啊？对暗号了。自己踩到了。周深，还有一个你的盟友。深深，请握手，请握手。不要，不要！你这，深深，你好像还蛮精神病。你可以失态，但是不要变态，好吗？这局周深得10分。